今天来点什么？我想啊，今天就来点很多听人朋友都问过我的问题。嗯，什么问题啊？手语是动作还是语言？是哪一种啊？很多人真的会有这样的疑问哎，因为手语是用手表示，看起来真的很像是动作。以前呢，我跟听人朋友去逛街，看到有人比手语，其中一个人的动作很大很激烈，我朋友还问我说：“哎，他们是不是在打架呢？”是啊，有的时候啊，说到激动处，不懂手语的人真的会误以为是在打架呢。不过台湾手语在很多先进的努力之下，已经正式纳入国家语言之一了。但是啊，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手语就是比手画脚或是在演戏呢。我想啊，是因为听障者习惯用眼睛来接受讯息，所以当用手来表达的时候，会试图模仿跟描述眼睛所看到的，看起来就很像在比手画脚。其实手语的内容很广泛，当中模仿动作的操作性手语的确占了手语很大的一部分。什么叫做操作性的手语呢？意思就是啊，手语中能够清楚反映出事物本身的动作、外形或者是特性。有的时候呢是直接模仿动作，有的时候啊会加上一些工具辅助说明，让看的人常常觉得好像是在看戏呢。感觉好有趣哦。那你可以举些例子来看看吗？让我想一想啊，像是平常穿衣服，还有喝水、点眼药水，这些动作啊就慢慢成为通用的手语。或者是这样呢，左右手拿着刀子切，你看啊，是不是很像电视剧里面医生正在动手术呢？经过你这样解释啊，让我想到，因为新冠肺炎，大家都要打疫苗，打针这个手语呢，也是用手做针筒状，然后啊，注射到手臂上的动作，就是这样，对吗？对呀。另外啊，还有像是快筛的手语，像这样戳鼻子，也是模仿快筛流程的动作呢。所以啊，这些看起来是动作的手势，其实都是手语呢。手语真的很视觉化，很有趣呢。2019年国家语言发展法将台湾手语纳入国家语言中，使用手语的族群也需要被平等对待才是。我想，小叔，不好意思啊，我跟别人有约，时间快要来不及了。什么？你别忘了，我们等等还要主持。好，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啦。佳吉，佳吉到底在忙什么啊？真是的，佳吉，你怎么忽然垂头丧气的啊？别说了啦，刚刚去跟人家吵架。吵架？你跟谁吵架？你知道我有家人要照顾吗？现在呢，我身体强壮，好手好脚，可以工作赚钱，帮忙照顾家里。但是我也担心，等我老了，或是哪一天突然发生意外，没有办法工作，那我们一家人该怎么办呢？我能了解你的感觉。我自己啊，偶尔也会想到这件事情。有一次呢，看到妈妈头上有了白头发，才发现自己长大了，也要帮忙照顾家庭。不过啊，这顶多让我觉得要更努力的孝顺他们，也不用像你这样垂头丧气吧。我还没有说完啊，就是因为想到了家人，所以呢，我才想说，买一个保险，为自己未来预先做准备。
朋友介绍一位保险业务员给我啊，我还特别找了听人朋友帮忙翻译，希望顺利的谈好就马上签约。一开始呢，大家谈的还蛮开心的，他介绍了很多的商品，而且说明也非常的详细，但是到了最后要填资料，突然态度180度大转变啊。他说因为我障碍的程度太重，不符合规定，所以不能投保。我气死了，为什么重度身障者就不能投保呢？哎呀，真的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那个业务员也太不认真了吧，规定都已经改了他还不知道，或者他可能知道，但因为你是听障，他不想找麻烦，所以呢就对你乱说一通。你可以去检举他啊。等等，你刚刚说什么？规定已经改了，是吗？对啊，身心障碍者不能投保这件事情，在 CRPD 公布之后，相关单位早就修正了。你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所以你自己也要多多了解，这样才不会被骗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第25条提到，提供健康保险与国家法律许可之人寿保险，禁止歧视身心障碍者，所以商业保险公司本来就不得拒保。你那位保险业务员这样拒绝你啊，就是一种不平等和歧视，你可以去检举他呀。如果一旦检举成立了，业务员啊将会处分停止招揽3个月。要注意哦。如果业务员帮你送件了，但是保险公司没有说明原因无故拒保，那么那家保险公司就会被罚最低60万元。最高啊可以罚到1200万元的罚款哦。你不信啊，那你上网看看就知道啦。我看看啊。原来金管会规定啊，寿险与产险工会要定期与身心障碍团体进行座谈，听取建议，并且建立身障者离病率和生命表的数据资料库，让保险业者可以订定核保规则，依照身障者的年收入、支付保险费的能力等等，来决定承保条件以及理赔的状况。对呀，让身心障碍者有公平选择是否投保的权利，所以建议你还是去找一位真正愿意帮忙的业务员比较好。要是遇到拒绝你的业务员啊，没关系，因为产险工会和寿险工会都设有听障者的简讯申诉专线，只要传讯至以下的号码，那请看，发送申诉简讯之后，就会有人协助你后续处理咯。有特别为听障者设计的沟通服务，真是太好了。其实意外什么时候发生，没有人知道。身心障碍朋友当中啊，有很多人是后天才变成身障者的。保险呢，就是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变故而事先做准备。没错，现在大家一起努力，将这些不平等与歧视的情形加以修正改善，让每个人都有权利参加保险。未来真正需要的时候，就会感谢现在的自己有努力的争取过了。现在我们先一起努力，收看今天的听听看吧。请看。如果有机会啊，当然会想来尝试跟体验种田，能够吃到自己种的食材啊，想必对大家来说都是很棒的经验咯。
只剩一只手，我没看过哎，我只知道听障朋友可以单手来比手语，但是能不能做农夫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从事机械操作或者是工厂的工作，我想应该可行吧，因为公司会针对员工的状况安排工作。不过农田耕种，我看到的农夫都是双手健全才能够下田跟操作机具，只有一只手应该没办法吧。走去找这位农夫吧。哎嗨，有一个男人啊，只有一只手，他在做什么呢？好像在田里种东西。哎 ，Hello， 你好，你就是志龙吗？是，我是志龙。林志龙五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失去了右手，三年前决定回宜兰当农夫，以有机的方式操作，不仅许多事情都要从零开始学起。身为一位小农，还需要身兼多职呢。我也想体验一下你的工作，等一下要做什么呢？等一下我要开始种高丽菜。高丽菜啊？是啊，高丽菜。我可以试试看吗？你要跟我尝试一只手来种田吗？好，我用一只手来试试看啊，会是什么情形呢？OK。哎。这是要生火吗？我先看你做一次啊。然后我们就开始，烧一个洞一个洞。好。我也夹在腋下啊。要小心哦。要烧到自己手。放着点火啊。可以，你再放着。有了，有了，好烫。小心。然后你距离就是每一个大概一个高丽菜多大，然后就是每半径大概半个公尺烧一个洞。好，你烧得很好，我们可以开始来先插苗了。就等一下就可以在这边挖个洞，接下来就把高丽菜苗分裸的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它表现得很好啊，真的蛮好的啊。它也是很细心的会去照顾哈。把每一颗植栽都把它种得好，它做得很完整啊。每一株苗也是一个生命，所以说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把它种好，对待它。现在啊，我们要来玩个游戏啊。我用两只手啊，志龙呢用单手来种菜，我们比赛种苗，看看速度到底会相差多少。哎，加油！来，预备，开始啊！我种完了，哇，甘拜下风哦！哇，你第一次就可以那么快，也不简单啊，而且我还年轻，算是学到了。OK， 我试试看啊。好啊，就让你试试看。这个机器如果还没有放肥料子的话，都已经要20公斤了。如果说再放肥料的话，大概还有加十几二十公斤的重。我最重可以背40公斤。40公斤啊！既然就是要做这一行的话，农业的话，其实第一个考验就是说体力跟劳力，你必须要承担得过去，你才能够往下一步走。哎，我这年纪没办法啦。
因为我们都是种有机的蔬菜，所以说我们不能放农药，我们只能用人工来除草。好，来，我帮你推上去。哎呦，哎呦，哦，好重啊！哦，哎呦，哎呦。看到志龙啊，带的那只割草机啊，哦，我觉得很危险，何况他只有一只手。哎，只有一只手啊，还从事有机农业，真是很不容易啊。这就是志龙的志愿。看过他工作的情形之后呢，我也很愿意跟着做，看看双手健全的我能帮什么忙。有机产品对大众是很好的。在田畦菜园这边的话，也有长在菜上面的杂草，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办法用除草机来割草，所以说就只能用手工来用来自己拔草了。通常我就是一只脚踩着，然后踩着之后用手这样一割，草就下来了。我也来试试看啊。你只有一只手已经很不方便了，为什么还选择有机的除草方式呢？其实我会想做有机，也就是我的亲人跟家人都有一些人陆续罹癌症过世了，所以说这个也是让我另外一个下决心，就是要做有机无毒、哦、不要农药的、哦、农产品，然后就起来了。哇，哎，好漂亮啊，这高丽菜一定很好吃。哎，志龙啊，农夫生活应该差不多体验完了吧？还没有哦，我现在要把自己刚新碾好的米搬回去哦。我现在新碾好的米就在这里。这些全都是啊，要放哪里呢？这个要搬到我家里面。我用右手搬，左手臂来支撑啊。这一箱有20公斤重，要小心哦。哎，可以吧？哎呦，哎呦，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如果只用一只手，真的很累啊。志龙竟然都能够做到。可以吗？搬了这么多箱的东西到车上，这就是平常会载的量吗？其实不止啊，因为今天要载你回家哈，然后如果说要正常的话，我大概就是碾一个太空包，大概就是1000斤的米，所以说会把整个车，包含前座全部都塞得满满的。啊？车子放600公斤，没问题吗？哈？哦，没问题啦，车子的话哈。可以容纳那么多，只是说我开车的时候要小心的开，哦，要慢慢的开这样子。嘿，哇！来，一起动一动啊！一个大西瓜切成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他。嘿嘿，休息一下。仿佛还看见成吉思汗奔驰在这片大漠上，只不过这是个过目难忘的生态故事，分别发生在戈壁沙漠、大草原和阿尔泰山。这里的动物坚韧，适应力超强，它们在蒙古的游踪神秘又充满魅力。周六晚间8点，《蒙古游踪》就在公共电视。第三个声量4月2号，网络上流传有这件事。说导演，我有这个漏点，知道吗？他说没有，他已经从头看到尾，就是没看到你。说是被他逼上。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网络啊，导演很饿。导演很饿。
击倒森林。那请问有脚本吗？有任务。他跟冠廷前面还没有碰面前，柏林自己所有的任务都失败了，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那谢君臣啊，真是怪怪的，突然插出一些话题来，还说是我问的，搞得我莫名其妙。你忘记锁门啊？你一个人住在那，万一真的有小偷怎么办？子清，圆圆，你怎么在这？你说妈要过生日，要一起庆祝的啊。我在搞什么啊？我想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用的录音笔？小姐，你之前有来买过吧？2月19号，发了一封 email 给光轩。问他3月13号可以回来一起帮妈妈过生日吗？你是谁？妈，我是你的女儿，我是十七，你女人。胡说八道。赵小姐，你应该是罹患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7月17，周日晚间10点，公视人生剧展，我是周时清。森林来了个暴走女外科。我是演技哦。超强团队，携手合作。演员们好厉害哦，就是他们做很足的功课，手的动作在镜头外我们看的都赞叹不已。细致还原医疗现场，笑中带泪，暖心喜剧。你们都起来了。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影像书，优惠价300元，各大通路热卖中。有人吗？大来去洗巴苏。这条路，我就要特别为乡村一个较繁华的所在来出发。你的所在较少人知影，无得靠过，你伫遐看到搁较美丽的风景哦。这班公车伊的特色就是吼，伊的路线有够长，啊伊的车牌有够侪。今晚巴士咧徛的路叫做挂杯八达拉关。哎，志龙啊，农夫生活现在应该体验的差不多了吧？当然还没啊，那个夏天只是刚开始而已，后面才是真的开始了。现在呢，如果当好有机友善的农夫，还要自己会当小编呢，必须要自己去经营自己的客户，所以说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小编的生活。好，开始喽。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志龙。哦，今天呢过完年了，大家的那个米应该库存量也不多了吧？这边的话在三星的碾米厂这里哈，这里面是一个大的冷藏室，然后我的米就一个一个存在里面。这每一个太空包的话哈，都有1000斤哈，大概就是600公斤。如果有来现场，会发现这边特别的冷，全年都保持在12度。为什么会有分白米、糙米跟那个胚芽米呢？它就是差在，就是说白米的话，它把它的好粗糠以及它的整个米糠全部都去掉。志龙的点子真不错，身兼农夫还有行销，善用直播的技术来推销，加上啊他专业级的现身说法，应该许多人呢都会被他吸引进来看一看。然后今天啊很高兴啊，好来这边好直播有一个很可蔼可亲的大哥。哎，大家好。这是好公司的好听听看主持人大哥连桥先生。志龙的名字啊，来我教大家比手语啊，来，志龙米。其实做农夫不只是哈直播自己的农场，然后我们自己同时也要去记录我们的农田的那个生活。小编要自己会直播，哈，还要自己能要拍照，甚至于要哈空拍。我可以看一看吗？可以啊，走。鱼菌也有它浓浓的美。这是我刚刚拍的照片哈，大陆妹的侧写还有鱼景，拍得很好哎。
来，我试试看，用单手拍，这样可以拿得住。哎，拿。哎。哎呦，手好酸呐、哦！哎呀，哎呀，这台相机好重哦！哦，没胶，没胶。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OK，OK，、OK, OK, 不错，可以，都清楚。谢谢你把我拍得那么好。相机只能拍近的景或者是平面的景，我还要空拍给大家看看呢。哇，啊，这就是我的空拍机。三星这个地方很美，就是你们所看到，就像一个泼墨的山水。好、哦，把这么好的土地，这么好的哈、哦、在地的农作物分享给大家，也同时记录我农作物的春夏秋冬四季的生长。那开始按，它就开始起空了。来，我们往上飞去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画面，好美的景色啊！对啊，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整个南洋的这些美景。志龙的左手啊，要拿遥控器；右手呢，虽然没有手掌，但是仍然可以用手肘来操控。其实我常常哈会忘记，我自己也是个残障者，所以说。有事情就去克服，去尝试。那真的让你尝试成功的话，有时候不把自己逼到一个程度，你不会知道自己有什么潜能，能够做什么事情。哇，景色好漂亮啊！你看，空拍机在那里，左边、右边、高度，然后前面是往前进。我呢，非常佩服志龙，他以左手为主，右手为辅，右手即使没有手掌啊。也能够利用手肘各个角度还有施力操作，不断的挑战还有尝试去完成每一件事。哦，志龙不在乎遇到障碍，只会想要如何来克服。我认为啊，他跟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有自信又能够自主生活。嗨，这是刚刚拆好的高丽菜，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切了。哎，换我来啊！那我来切吧。几趟吼，它就碎了，就不用一直敲，这样子容易吼撒出去。切一下蒜片，还可以吗？你也是个厨艺的高手哦。哎呀，你看，志龙单手煎蛋的功夫可真是了不起。最后我再放一点酱油来提味。哎呀，饭来了，来，请坐，请坐。哎，要开饭啦，我快要饿扁了。哎，你煮的这么丰盛，真是太好啦。太好了，好吃，现摘现煮的菜就是不一样。哎，是啊，所以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农夫的朋友，
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蔬菜了。哎，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叫糙米饼，就是我们自己种的米，然后呢自己再加工把它制作成饼干。然后这个糙米饼的话并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以及任何的调味。哦，原来是糙米做成的饼啊。喏，志龙告诉我，用糙米饼夹菜吃也很美味哦。哎，我尝尝看啊。嗯，哇，真好吃啊！我已经满足了，哇，好饱哦。志龙啊，今天的农夫生活体验应该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吧？还没哦。啊！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分享一下我们的小农的哦实际生活到粉丝团，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在做什么。辛苦的农务结束之后，应该要好好休息啊！为什么还要经营粉丝团呢？为什么？既然要做有机友善的话，那这种成本比较高的话，农会是不太能够去收的，所以说我们也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经营粉丝团，然后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现在的农夫的话，你必须要学会，不管是从那个耕种的技巧，还有你身体上面的劳累的负担，以及哈财务的管理，以及那个销售，甚至于后制、哈美编一系列的，你都要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哎呀，真是好诗句呀、啊！看起来是跟农田景致还有过往回忆有关的诗啊。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就是这是一个藏头诗，看得出来吗？嘿嘿嘿，哎呀，真有你的！哎，我说志龙啊，农夫生活应该真的差不多体验完了吧？嗯，还没哦。什么？那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呢？刚才我再回来的米哈，包上包装之后才能够送给客户哦。他这边都有折缝，折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好。你再把这个包装盒交给我爷爷，我爷爷就会拿来哈装米了。哎呦！哎，单手折好难呐、啊！哎呦，终于完成了！哎，这样 OK 吗 ？OK， 好，交给爷爷了。我做好一个，志龙早就做好两三个了。单手做事我还是不习惯。哎，姑姑啊，你支持志龙从事农业工作吗？为什么？只是有知识，觉得他一只手做这个很累，没有人帮他。我看他一个人在做，心里很不舍。哎，姑姑啊，现在啊，志龙从事农产品产销的成绩相当不错，也算是小有成就啊。看他的年纪也差不多了，有没有要帮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啊？这个也很难，缘分呐。我看过很多的身障朋友啊，常常基于很多的理由就待在家里不出门，实在很可惜。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些鼓励的话呢？到这个阶段的话，有时候就是一个转念。你真的转念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的人生不止如此而已。你如果能够放下那一点，你不用去怕这个社会对于你的异样的眼光，你就好好的活出自己，你想要做什么你去做什么。虽然说我身障，那做这个农业，但是我其实我从来不希望大家社会大众是因为同情我的眼光而来购买我的农产品，而是真的喜欢我的农产品，这才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农产品能够做到有机栽种，对于个人健康啊以及整体的社会都有很大的注意。赞。哇，好想上厕所！你们要不要去一下洗手间呢？哎，先休息一下吧。我们要去哪里？你们有听过全美戏院吗？没有哦。我们下午要去拜师的，这也是一项独门技艺。我们来台南就是画这个这样而已。Yes。
然后把这张完成之后，要把它挂上去。师傅，好啊。还没了，师傅站好了，对不对？还没了。为什么我的颜色会跑亮呢？作画就是要快乐，不要拘泥这么多。师傅，我吃中大不？啊，不会的。行行出状元，各界大师 PK 赛，看清楚了，是谁生了？黄品月，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说躺在那生孩子是谁啊？老蚌生珠嘛？他不是蚌啊，他阿也没有珠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他这个年纪还能生，他棒不棒？他很棒吧？原来是这样，老蚌呢，这个人又老又棒。假如今天没有蝌蚪音乐节或是一些惩罚的活动，你花了时间练，花了时间玩，你可能表演机会都没有。有人会用宅来形容工程师，安尼是对伊无了解。除了蝌蚪工程师，算音乐算个半音乐节。我们本来又不是靠这个赚钱的，对吧？但是这个是兴趣，兴趣就不要把它玩得那么严重。因摇滚感情，因创作享受，因甲少年时的音乐梦搁找倒转来，要用音乐摇滚方向。这是一个圆梦的所在吼，只要你肯打起，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因为青春，所以有梦。青春，咱的梦。彰化方苑乡的汉堡村是个海边的聚落。从2019年底开始，汉堡的农田开始了囤土比�赛。农田比马路高出了30公分，甚至1公尺。啊，一个要比过一个较高的人，较赢面啊！啊，就人咧囤，咱就啊囤。落雨的时候，反正人有人收，咱就无人收啊。为了囤土，大大的砂石车开进了村庄小小的马路，砂石车翻倒在水沟，电线杆被撞断了四处。哦，伊原厝这个电力条是一只，每动一遍就刷一遍，所以愈刷就愈出来。汉堡的农田为什么要填土呢？这场比赛有什么情非得已？7月28号星期一晚间10点，公视《我们的岛》汉堡村的吞吐比赛。我是小青，听我师父说你有事找我。对啊，我觉得你蛮有天分的。我有一个小的案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接？好啊，什么案子啊？你会模仿别人说话吗？模仿？你要我模仿谁？你会模仿谁？大家好，我是诸葛亮啦！啊，看到帅哥，你有什么感觉进去的啦？你真的蛮会模仿的嘛，很厉害啊！我还蛮喜欢玩这个的。我有个案子就是要模仿，不过我现在有事要走。你如果有兴趣，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来聊一聊，好不好？好啊，那就明天早上10点。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钱不少哦。好，我们明天早上见哦。王总监你好，听我师父说你有事找我。对啊，我觉得你蛮有天分的，我有一个小案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接。好啊，什么案子啊？你会模仿别人说话吗？模仿哦？你要我模仿谁啊？
你会模仿谁啊？哎，有了，看我表演啊！哎，大家好，我是诸葛亮。看到水查某吼，就是要亲一下啦。你真的蛮会模仿的嘛，很厉害啊。我还蛮喜欢玩这个的。我有个案子就是要模仿，不过现在的时间不适合谈，我呢现在有事要走了。你如果有兴趣，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来聊一聊好不好啊？好啊。喏，这是我的名片。嗯，上面有我的地址。钱不少哦。哎，好，明天早上见。慢走，慢走。一二三四五六七。手语答客问。刚才用手语演出的这段戏剧，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呢？请问刚才啊有一段戏是模仿诸葛亮，问题是如果是听人模仿，可以用声音学诸葛亮讲话的特色嗓音，一听就知道，可是聋人听不见声音，要如何模仿名人明星呢？的确是啊，那我们就用聋人的方式模仿几个知名人物，让大家来猜猜看啊。首先是诸葛亮，看我，西瓜头，皱鼻子，绑蝴蝶领结，主持和演戏好笑的男生，这些外形特征一个一个的讲出来。这样是不是像是警察在办案呢？换我模仿一位名人，让大家猜啊。来，戴眼镜，眼神锐利，喜欢抓抓头。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台北市长柯文哲？答对了。现在呢，换我再模仿一位让大家猜哦。喏，头上绑满一个个发卷，穿着睡衣，嘴巴呢叼着一根烟，发功。哎，我模仿的是谁？你猜到了吗？是包租婆吗？没错，答对了。如果是脸黑黑，额头上呢有个月亮，拿起桌上的木头一拍呢，是包青天。观众朋友，现在你知道我们聋人是怎么用手语来模仿名人的了吧？今天手语剧场就到这边了，退堂。威武。阿奇，聊了这么久啊，肚子都饿了。是啊，哈，好饿哦。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继续聊啊？我知道这附近有家好吃的披萨店哦。披萨，那种外国食物我吃不惯了，我还是喜欢吃饭。我们台湾自己种的稻米口感超棒的，吃起来有弹性又饱满。台湾人呢，就是要吃饭肚子才会饱嘛，才有力气认真的工作啊，你说是不是？可是我从小到大都吃饭，我早就吃腻了啦。披萨才是美味呢。
哎呀，那是你接触的太少了。嗯，其实用米做的东西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美味哦。哎，对了，今天连桥啊要去街访路上的民众，考一考他们一些跟米有关的手语哦，让我们快去看看民众的反应吧。嗯，好，请看。嗯，全民学手语，街头大调查，我是乔老师。台湾呢有稻米王国的美称，品质优良，世界闻名。早期啊，大家都以米为主食，后来因为政府的推广，才慢慢的变成米面共食。不过乔老师我啊，还是钟爱米食，像是饭团啦、寿司啦、蛙桂，我都很喜欢。今天呢，就让我来好好的跟大家接测一下跟米食相关的手语吧。我会比出一个动作啊，请你们指出答案。OK。来，饭团。来，哪一个？哦，对啦。那这个呢？出的题目太简单，一下就被猜中了。哎，现在我们交换啊，我出题目，你们来比动作啊。来，第一个是粽子，要怎么比啊？哦，对，提上来，放上来。哎，哎，很好，包粽子。哎，那你呢？试试看。我不会。来，试试看。这样子。哎，不错哦，这个手语啊就是粽子呀。啊，来，饭团呢？就是这样。哦，很棒，哎，换你了。好，换你，不要饭团，这样压一压，可以吃。嗯 ，OK。手语啊，先比米，你看啊，一小颗米加上捏饭团的动作，啊。来，再请问啊，猪血糕要怎么比呢？啊，嘿嘿，你看，选了一个很难的，大概就好了。当然，哎，不错不错，怎么弄？哎，然后米嘛，哇，很好。你看，手语就是猪血。就像中文字一样啊，高，哎，然后，哎，吃，来，很棒，我们一起比一次啊，来，饭团，啊，党还是自己要最，一小颗，一粒一粒，啊，吃下去是哪种米食啊？啊，你呢？哎，答对了！哎，米饭，来一手拿碗啊，另一手添饭，这又是什么食物呢？是什么？哪一个？寿司，寿司，寿司啊！啊，寿司啊，你也是吗？哎，答对了，手语怎么比呢？哎呦！你是不是没有做过寿司啊？他是这样吗？两手一起往前卷，哎，不错。米粉呢？要怎么比啊？米粉。啊，米粉。米粉。那你呢？饺子啊，丝丝。哎，很好。哎，很好。来啊，你看，细细的米粉啊，夹起来吃。米粉，我教你们起泡的手语啊，你看。食指在胸前，像一颗一颗盘透的样子，就是起跑。最后我们一起比一个手语，来，猪血糕，猪血糕，来吃一口吧，好吃。嗯，哎，你好，请问呢、啊，这是在排队买什么？草莓的。哦。草莓大福啊！我出题，请你比比看啊！你看寿司，哦，
太优秀了。手语是米，把寿司卷起来。现在换我比给你猜啊。哎，很好，米粉是细细的，然后夹起来吃。啊，你觉得学手语好玩吗？好玩吗？嗯。有没有想要再学一些手语啊？可以。哦，很好，欢迎你来全民学手语。赞。来，谢谢。卷寿司喽，走。哎，你好。来，你好。路边有人在推销还是招揽什么？我现在要找他问手语。哎，请你比比看寿司。这个。哎，差不多。手语啊，先比比，然后卷起来。啊，粽子要怎么比啊？这个。有一点点难哦，有点难，你先试试看，来，好，因为我不会做粽子。好，那就是可能一样，就是你好，然后用叶子把它包起来，这样，然后就可以来，再左手这样的啊，然后右手呢绕着线，粽子，你喜欢学手语吗？嗯，还蛮好玩的。啊，有没有在路上遇过听障朋友比手语的？比较少。之前有参加学校有教过那个听障奥运，在台北小时候的时候，然后他好像就比那个台北。哦，台北啊。哦，你家住在台北吗？对。哦，跟我一样哎。来，耶。好，我们一起比一个，来饭团。哎，你好，猜猜我在比什么？哪一个？猜猜看。米粉。哦，吃米粉。哎，对，这个又是哪一种食物呢？猜猜看，哪一个？寿司。哦，又答对了。来，双手卷一卷啊。哎，然后把它给吃掉。哎，掌声鼓励。换你比比看，来，猪血糕怎么比啊？哎，不错哎，手艺不错啊。猪血糕啊，哎，这位爷爷很聪明啊，动作都比得很清楚。来，我们一起比个手语，来，吃米粉。哎，哎，各位好，猜猜看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寿司。啊，寿司。啊，哪一个？不是饭团。哎，对啊，这个饭团呢，在这里会就冰的呢，饭团呢，饭团呢，哦，好嘞，哎呀，你呀，哎呦，三心二意呀，饭团的手语啊，是你看你啊，捏一捏啊，米粉要怎么比呢？对对对，好，平常啊吃米粉的动作，先有一个碗啊，哎，哎。哎，对哦，不错哦。哎，这就是米粉啊。选一个你们想学的手语，怎么样？拿一个。啊，粽子啊。来，左手是粽子的形状啊，再用棉线绑起来。粽子，粽子，手语啪啪好，成功，耶，耶。米饭，米粉，饭团，寿司，猪血糕，粽子。你做的食物呢，真是琳琅满目啊！观众朋友，你最喜欢吃什么呢？啊？你问我爱吃什么啊？哎，嘿，我最爱这个。
阿基，这些米食看起来都好好吃哦。不管了啦，我们今天到底要吃什么啊？哎呀，就跟你说，饭很好吃。你看那饱满发光的米啊，如果再淋上一些卤肉，哇！这样好了，今天就一吃卤肉饭吧。好哎，好哎，卤肉配白饭，真是太对味了。我们赶快走吧。对，走。不好意思啊，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欢迎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听听看》。拜拜。走吧。经济学人2022宜居城市奥地利维也纳榜首，中国坚持清零吓跑大批上海外侨，瑞士高科技地下碉堡空调电力系统独立避难生活一个月没问题，日本煎鱼过肥山葵消失荞麦面少一味，皆是农炮危机，戴妃香消预损25年，取材新闻片段纪录片串起悲剧一生，周六周日晚间全球现场与你一起探索全世界。聪明家族成员的生态大剖析，样貌各异，灵活优雅。生态界中各种类的灵长类动物，最日常也最为特别的生活。我们都是灵长类，就在公共电视。荒岛实验家，一场突如其来的荒岛奇幻冒险旅程，主人翁们为了生存发挥科学精神，做出极具创意的料理，故事充满反思，让我们一起向日常餐桌上的一日三餐致敬。捐款赞助公示即可获赠荒岛实验家系列书籍，详情可上公示之友网站或拨打捐款专线02-2633-2000-9。本集节目访问住在基隆15岁少年 PZ， 他要告诉你，只要够 real， 饶舌歌也可以很抒情。而在林口高中嘻哈研究社里，也有四位怀抱着音乐梦的同学，他们想用饶舌闯出一片天，却又对自己充满怀疑。对于这样的烦恼，饶舌前辈吕世轩会怎么回应呢？每周日下午5点半，青春发言人准时与你相见。哇，今天家里有点吵啊！奶奶，我想吃点心。哎呀，玲玲现在不能够进去，奶奶的厨房现在正在施工，在整修。喂，整修？哎，对，奶奶的厨房现在改造一下，然后呢就会多一个阳台。哇，阳台是像这样吗？还是像这样？都不是。哎呀，等改造出来你看就知道了吗？好。那奶奶，我以后可以带玩具到阳台玩吗？当然可以啦。太好了，那我要去跟他们说。玲玲跑这么快呀、想要知道奶奶的阳台是什么样子吗？还是你想要知道我和孩子们又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吗？那一定要准时收看最新一季的水果冰淇淋，好好看。